我现在要出征了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了。宪哥大方唱我现在要出征，因为最近这首歌相当红，加油咯。哎，我们也希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，把很好的牛肉端出来给老百姓再去选择。韩国瑜开始投入竞选，吴宗宪给予鼓励。对于19号韩国瑜被民众莫名砸蛋，他也有看法。不能有这个暴力，这不可以这样嘛？人家在那里你砸人家鸡蛋，对不对？下次飞过来的会不会是子弹呢？先替韩国瑜打抱不平，但紧接着口气一转，宪哥不改幽默风格，而且又是在台南市，我的故乡。台南人比较含蓄，台南人不会互相呛下，很忠厚老实的，我们都是直接动手。对对对，宪哥爱开玩笑，众人所知。不过还是要谴责暴力。一样的人，他们有表达不一样意见的机会，但是不可以用暴力。严厉谴责暴力，这样不好。严正强调不能使用暴力。而对于 Kate 日前服替代役脱序行为，宪哥也是直摇头。我有念了他一下啦，你看我们那个 WhatsApp 就是啦。不过就说剩下4个月就退伍了嘛，好好忍耐一下嘛。身为一个革命军人，你就是要好好把自己武装起来，不可以那么散漫嘛。同时认为 Kate 的遭遇和儿子路西派的诈弑父事件如出一辙，就是被军中同袍给出卖。他这个等于是另外一版的路西派嘛。然后你以为那些跟你一起当兵的或者是你的朋友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那么的太多了，很多的啦。这里面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出卖你的，你就被出卖了。吴宗宪也劝 Kate 在剩下的军中生涯要好好的安分守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